大威怎么样？防摔柜怎么样？好可怕啊！今天是来到纽西兰的不知道第几天，今天准备去坎朱纳滑雪。现在民宿门口看一下外面风景，天才刚亮。哇，准备进行我们这一趟旅程第一次的滑雪，总共要滑四天。原本想要去搭那个山脚下的免费接驳车上去，但是为了比较好控制时间，也比较弹性，顺便载我们的装备，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自己开车上山。兄弟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疯了！我们到卡朱纳的停车场了，搭车开上来就会有这边的人员指挥你停好车。小薇准备好了吗？嗯，那你要分享一下跟日本的雪场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你讲得很好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敢问你？妈的，我没去过。我觉得跟日本比起来，这边这个整个入口就很广阔啊，那景都是360度。跟日本的比起来，远山都很多啊。讲得非常烂，不过没关系啊。今天我们先来敞开一下，因为我们要滑四天都是在同一个雪场，后面几天比较熟了再慢慢介绍一下。海威，这是你第一次滑雪？哎，很兴奋啊。怎么样？第一次滑雪？有点冷。有点冷吗？准备换装。换了好妆了，换了好久，又不能说话了。换了好一下子妆，把衣服换好了。第一次戴安全帽，不会再有网友骂我。出现了，防摔新手，新手。哎，第一次滑，但是没有戴乌龟。哦，你有防摔屁垫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比我们预想的慢了很久。红色的人全部都走。对，这边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到处都人。以后要判断谁是新手，就是看穿雪具的时候。卡朱纳已经有人不行了，好累，哎，太扯了，不许走啊！来了，卡朱纳的大门。哇，你看这个雪场，这个雪场啊，流满鼻涕了，走上来就很喘了。我们在纽西兰卡朱纳滑雪，我们现在进来了，先去新手区练习一下。Hello， 各位。这是凯，哎，那个是别的。对啊，这凯为什么头发变长的？哎，有梦 ，How are you doing？ 好冷啊！靠！现在开始教学了。哎，凯威很强，你帮凯威一下。好啊，不是现在。哦，好，抱歉。哇哦，哇哦！好了，我们刚刚练习了大概一个小时，大家分别教学了一下几位新手。它其实 beginners area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隧道，可以这样慢慢手扶梯隧道慢慢这样滑上来，然后从这边滑下去。完没了，哎呀，结束了。哎呀，凯威。哎呀，这个乌龟 ，OK， 谢东啊，哎，谢东可以上了啊，哎呦，够多点，打横打。我们现在要准备搭缆车，滑的是 McDougall 这条线，它有分 Gondola 跟 Chair， 因为大家都还没下过缆车，所以我们先搭 Gondola 上去，等一下有机会再搭 Chair。这边人真的好多，我觉得跟日本比起来，这边真的是要排队排好长。对，乌龟有 buff 哎，你有比较不害怕吗？我不晓得，因为我没有脱过，但是我整个脊椎都被震到，我现在有点拉伤了。有梦怎么样？好冷哦。跟日本比起来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人好多。对啊。好讨厌。Take it slow, OK。下缆车，在这边拍个照，看一下这个风景，很漂亮啊！拍我，拍我！啊！
这是凯威。现在好像那个臭豆机啊。现在开滑啦，这是有造雪机啊。好，过得快，这块是淋雨。哇，这山好美啊，混蛋。在日本穿很久的鞋子，到纽西兰还在练习穿鞋子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岔路，那个乌龟凯威在那里跟谢东颖，他们两个抱在一起是怎么样？你看这太美了啦！对，好美哦。强凯来了，没有，现在已经停在红马灯了。先滑一滑，这边有一个拍照的景点，很美哎。这边有一个拍照点，然后旁边就可以有这些雪景的山呐、啊。看，360度，哇，这边好像在浇雪的，好可爱，都是小朋友哎。看这个景，极美哦。结果嘞，我要笑死了，这一集有 highlight 了。我勒在口袋，然后一直摔倒站起来。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断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滑完了，从 McDonald's 滑下来，现在准备要来这边 Noodle Bar 吃饭。雪板我们就先放在这里 ，Rack 37，希望等一下出来没有被偷。他们这边很悠闲的在喝茶，先来吃午餐。奶炒龙对。每个人都想点汤，因为实在太冷了，大家都点丹丹拉面，然后点拉萨。这个拉面蛮咸的，但是蛮好吃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滑完雪，什么都好吃。拉萨如何？这一盘多少？29块。六百。哇，这一碗600，不得了！明天还是在泡面上面偷借他的热水。乌龟如何？很好用，很好用，很好，拯救了我的尾椎。没错，水箭龟使用的。水箭，水箭。拯救了你的脊椎，但是没有拯救到你的卡，可怜了。对这个纽西兰雪场的看法，觉得日本的比较好，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多人，然后它的有一些岛没有那么大，然后我一直被滑 ski 的人等，所以我就有点不敢滑出去，所以我就在慢慢的下降。我来换造型啊，因为我的头发一直挡到视线。影响你发挥，没错。吃完午餐休息一下，准备开始下午的滑行。这个雪场它有提供，如果爸妈想要去滑，3个月到5岁把小孩丢给他们；如果要上课的话，5岁到14岁的课程。有小孩的爸妈来，知道怎么做了。嗨 ，Hello， 嗨。好嘞。来，来拿我们的板。现在去 beginner area 再热身一下，再上去滑，上魔毯。Thank you。哟。beginner area 在滑了一趟之后，这次要挑战去做 chair 上去。我觉得缆车没有比较慢，我两边都坐过。哦，是吗 ？chair 比较久。是啊、哦。就这座 gondola。嗨，第一次上绿线的家伙非常紧张，希望可以安全下来。连落叶飘都还不太稳，就被我们拉上去了。上去就会了。对，因为你要想办法下来。我们跑的。谢导演在那里。
错。已经滑完，所有人滑下来一场雨线可以吗？一路滚下来的，你后来落叶飘一下子，不错，大概有三分之一了。有，等一下还要滑吗？一趟，最后一趟，再一趟，最后一趟，好，行吧，剩一次的扣档。那水箭龟，那是蓝箭啊，你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要勉强啊。没有勉强，卡断掉而已，没关系，你还可以用手，你还可以用手机付款啊、哦，还有别张卡。出发，但出发要这里要先滑下去，很久了。对，好，等下走蓝线的样子。这边的图会写今天哪一些缆车路线有开。啊，出发了，走了。他叫你滚开了，他叫我滚开，他叫我滚开啊。OK OK， 拜拜拜拜拜拜了。哎呀，水箭龟出去了。哇，这个蓝线可能已经不行了。这边有蓝色的牌子，表示这边是蓝线。有，哎呦，台湾在拍电影呢、啊，好累啊！哦。Unstoppable. 有没有看到阿甘的英姿啊？啊，这么快啊！又出现了，又捕捉到了水箭龟，大家快来！他站起来了，凯威站起来了，凯威又倒下去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！刚刚这个蓝线吓死他们了，有点太邪了，在影片上带出来。他说第一次滑雪都带他来这里，实在是太兴奋啦！我的水箭龟乌龟松掉了。我们现在要搭的那条缆车叫 White Star Express， 它就只有缆车而已，没有钢刀了。所以这一次就可以让大家练习一下下缆车。第一次下缆车，一、二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看我怎么摔。要赛马，要赛马了。上面这应该要弄下来。我们这边在举办比赛，哇，好多人都是来看我们下缆车的。哎呦哎呦，来了，哎呦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边要滑哪一条线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边，我们等一下滑 Sean's Way 蓝线的 A Real Journey Captain's Express Guide， 再搭回那里，再从 Queenstown Return 再回到这里，再滑一次 McDonald's Condola 这条路线。所以后面又是蓝线，所以谢东跟水箭龟已经走绿线回去了，剩下我们三个出发了。那边还有烟，特效都帮你做好。然后搭了这个 Captain's Express 上来，然后要再从这个。Queenstown Return 绿线回去，刚
刚刚那一段蓝线其实好像没有到很难，除了前面那个比较窄的那一段比较可怕而已。Queenstown Return， 哇，这个风景。漂亮的这段，这条是卡丘纳上面的 Queenstown Return。差点就死了啊！没事没事，好美啊！那这边有悬崖，听起来很可怕。We are in New Zealand, Cadrona.That's Steven and Jamie. Mountains. 刚刚是我全部会的英文单字了。要跟他们借一下 pole 吗？要借一点 pole 吧，朋友们。不要，不敢。我们刚刚在这个平的联络道这里停下来之后，就很难前进了，因为是太平了 ，snowboard 没有办法加速。如果是会 ski 的，就可以拿两根棒子这样唱。啊！现在要表演一个特技表演。来，黑夜的羚羊，有看到吗？多少呀？这就是流量密码吧。刚刚在那边，在那边有点平，我就有点没动力了，在那边咚咚咚。然后就有一个妈妈，她带小孩，她小孩还蛮小的，但那个妈妈就来跟我说 ，Do you want me push you？ 然后我就说 ，I'm fine, I'm fine。她马上就斜坡，所以我就跟她说 ，I'm fine， 不用推我。然后她就用一个惊恐的脸说 ，Where is your parent？ 她把你当小孩子，你看。我真的要笑死我，亚洲孤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从卡卓纳回到我们的瓦纳卡的民宿。然后我觉得呢，卡卓纳的雪场跟日本比起来，好像人有点太多了，缆车都要排很久，排到来已经有点想睡觉了。然后滑一下就到下面，然后又要一直在排队。但是呢，那边的山景极美，一下我，哎呦，撞到一个人，这位就是后来我们喜欢的黑文。觉得雪场怎么样？觉得很棒啊，因为我在欧洲滑雪况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在纽西兰比较好，比较的好。雪量比较多啊，那你有累吗？你好像还好。蛮累的，因为我开车啊，开上去一个小时，开下来一个小时，回来以后现在他还负责生活，真是好辛苦。这还不错，今天终于学会落叶飘了。不怕你明天就不行了？不行的话，我再自己找景点。三个新手，明天不知道会不会自滑一下就是放弃了。我们明天继续看下去。今天大家晚上早点休息。Jamie 已经先去泡了，他说他今天状况不好，明天再好好表现。那我们第一天的滑雪记录就先到此结束，明天再继续开始。昨天晚上好，日本人。说裤子而已啊。你先上去。后面是瓦纳卡 tree， 然后我们在这边吃饼干了，还有人在 kayak。